这是大家的信心，你们自己做决定。 一路走来，高强度的日常训练和被人压力，刺激了每个人的神经，偶尔的脆弱和爆发，是最真实的我们。我想，我们都需要时间，学着经历，学着负责，学着长大。这一次，我不会，也不愿替你们做任何决定。